大家好，我是小思。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会是一个很困的视频。这个视频的造型灵感呢，来自于《妖猫传》跟时尚芭莎的合作的公主切的造型，然后它的色彩是比较深的，那借鉴于它是一个大堂风格的，所以我们这个造型呢就会做得比较的敦煌风格一点。那首先先说一下，我这个造型做的时候脸真的很肿，人也非常的困，因为在做这个造型的前一天，我拍了整整18个小时没有睡觉，也没有怎么吃东西。从头到尾到拍完了10个造型，连拍18个小时之后，我来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是只睡了3个小时，所以真的很肿。那整个视频你可以看到我的肿，然后不在状态，困，然后发呆，各种各样的状态都会有。那在此还是希望大家，就算工作很辛苦，也不要熬夜，千万不要熬夜，熬夜了就能看到我这个视频有多肿。本来是不想发的，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其实真的还蛮好看的，还是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肿就肿吧，反正我也不是一个靠颜值吸粉的博主嘛。那看在我这么累的情况下，希望大家给个一键三连吧。That's all I could say to you. All the rest is now up to you. Hello, so you are my miracle. Where are your eyes to look into? How are you? I've been longing for you.Your mouth to question why Don't leave your words, bring them with you now You're still in
charge of what you felt. No one can tell you how to finish your love that was so easy to start. Where are your tears running from?